好啦，咁既然大家舉曬咧，咁我冇理由咁靜噶，不如試下一齊講聲生日快樂咧！一、二、三，生日快樂！好，我哋中間少少，中間大鼓鼓。謝謝你們啊，今年應該是踏入出道的第五年了，是吧？還是第四啊？Lost count 了，第五年了，很多謝你們，繼續，仍然繼續在這裡啊，我知道，很坦白說，我知道，要跟隨著即係跟隨住 Anson Low 呢個人係有啲，有時係有啲攰嘅，真係。係啊，我都 feel 到大家會攰啦，有時會吃力啦。你哋會有失望嘅時候啦，我有做得唔好嘅時候啦。是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很 sweet 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肯，你们每一天都跟我说我不用冲得那么快啦，我可以，我停下脚步的时候你会跟我一起停下啦。我想衝的時候你會跟我一起衝啦，是啦，又你們不斷地提醒我不用鞭策得自己那麼捉得那麼緊啦，所有嘢都，但是因為這個是我的性格來的，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每次我看到你們有關這些的文章啊message 我都會，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喺張沙發個地氈下面，我都會係而家呢個狀態咁，因為可能每一日做完嘢之後，都好似 feel like 啊，有好大班神徒喺背後好明白我諗緊啲咩，或者我 go through 緊啲乜嘢辛酸嘅嘢啦，每一日有啲咩困難嘅嘢啦，講出咗下寫點算？係啦，但今日應該係一個開心嘅一日嚟嘅，所以唔應該喊嘅。所以好多謝你哋啦，好多謝你哋出席今次呢一個活動啦。我知道你哋唔止淨係出席呢個活動啦，你哋私底下你哋整咗各式各樣嘅應援啦，你哋喺 social media 啊。你哋整咗好多啲小禮物啊、小應援啊，互相派發啊、互相交換啊，我都喺 story 睇到好多你哋嘅應援啦、啊，好多謝你哋用盡一切你哋嘅辦法去將 Anson Low 盧漢庭呢個名字再去俾更加多人認識啦、啊，係啦，咁咧。哎呀，OK， 係啦，咁咧
咁我琴日前日，我前日我出咗個 dance version 嘅一個喺 Instagram， 我而家要好仔細分 Instagram 同埋 Threads 嘅分別啦。我喺 Instagram 嘅 dance version 嗰一日，我就出咗個 post 啦，跟住就個 caption 係You back me up, we back it up 啦。然後我喺 story 度寫 I'll back you up as well。有人問我啊，究竟我 back you up， 我 back 大家 up 啦，即係我去支持住大家。其實我究竟實質 literally 做過啲咩咧？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好似冇做過任何嘢咁。我係啊，因為比起你哋每一日去真係支持住我，或者你哋為我做嘅所有嘢，其實對沖。係啦，對沖翻好似我每一日都冇辦法啊！好似每一位可以答謝到喎，我點樣可以 back up 你哋咧？咁樣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係啦。咁所以咧，係咯，咁所以我就唯有用更加多唔同嘅作品啦，無論係音樂啦，定係劇集啦，電影啦，嚟緊電影都會唔止推出新嘅電影啦，嚟緊年尾會拍一套新嘅電影啦。呢個劇套我冇講任何嘢，所以都冇違反 contract 嘅。